我是郑嘉纯，我支持18岁的年轻朋友们可以投票，让他们提早体验什么是集体焦虑。但去年的4大公投，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防守化解焦虑呢？因为你和很多台湾人都积极地呼吁大家要去投票。这一次，让我们继续努力，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，一定要出门投票。我们的这一票是责任，是民主，是中国没有的人权。11月26号，为台湾挺身而出，回家投票。